少主，这一路上有个尾巴一直跟着咱们。我知道，可他跟了一路了，也不动手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与其猜测，不如直接问一下。那位好汉，与其在草丛里藏头露尾。 不如出来歇息一下。你是徐成峰身边的副将，是他派你一路跟来的。<笑>将军怕沈公子路遇山匪，派我随行保护。是保护，还是监视？哎，我早多问。 别走，将军真的没去找沈小姐啊？对景作画，修身养性，沈小姐好兴致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，还偷看我作画？并非是我本意，只是被这美景和佳作吸引，情不自禁罢了。可惜了，本是鸟语花香的祥和之景，可总有人松下鹤道，真是大厦好风景。算了，我回家了，将军自便。哎。 沈小姐稍安勿躁。今日我是专程前来找你，有几句话想说。我跟将军也不熟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你都不知我前来所为何事，怎知没什么好说的？上次将军逼我倒茶的事情，我还历历在目呢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哼，沈小姐倒还挺记仇的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斤斤计较，睚眦必报之。 干嘛？沈小姐有没有这种心思？有。沈小姐倒还挺坦诚。将军喜欢强人所难，我当然要坦诚些。不然怎么早点回去？昨夜你人在何处？这夜里当然在房间睡觉。可有人能作证？笑话，我自己在房间里睡觉。 谁能给我作证？那既然没人能作证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山匪？沈小姐终于肯正眼看我，眼神是最能透露一个人的真实想法。你都不敢正眼看我。 我怎知你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说的就是实话。那就证明给我看。荒唐！我又不是女山匪，怎么证明给你看？你干嘛？你放开！ 说实话，你放开我！人可以闭气的时间有限，他一定会暴露。 既然大家都狠，我只能比你更狠。我赌你不会真的杀我，只是想要考验我。我再坚持一下。还不上来？该不会真的有事吧？
嘿，徐长风，我妹妹呢？你把她扔到水里了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她不会游水吗？子申，依然像时间所示，她不会有危险的。你给我让开！ 逆过水，他从此怕水。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的命！你要继续纠缠，还是让我下去救你妹妹？是哥哥，他来救我。 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将军现在还怀疑我是木山匪吗？徐将军，方才我妹妹性命垂危，但凡她会游水，绝不会让自己陷入溺水的境地。要是你还不信，请你拿出证据，否则若是再有下次，我绝不会饶你。 我知道你刚才下水是演戏给徐成风看，但你知道有多危险？停止你的报仇计划吗？再这么下去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我很担心你。哥，我知道你担心我的。妙神医跟我说，那日走镖路上，你知道自己妹妹出事，就义无反顾，连夜赶了回来，可为此丢了镖。这件事成了你永远的心结。 当你今日得知我可能出事，你却依旧做了同样的选择。只要你还叫沈丹青，我就不可能让你独自涉险。你才跟徐成风交手了两次，就差点丢了性命了。运气不可能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可我成为沈丹青，每一步不是运气。你觉得报仇会要了我的命，可若没有报仇支撑的话，早在第一次危险来的时候，我就支撑不下去了。只要你放弃报仇，就能远离危险。 你现在变成了沈丹青，你有家人的陪伴，又平静的生活，比起这些，报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给我的那个手札里，字里行间，我都能看出你对妹妹的爱和珍惜。妙神医术，你妹妹是被人投毒害死的。 你也从未放弃调查。若你知道谁是凶手，难道你不想报仇吗？可你现在报仇的路充满了荆棘，还有生命危险，为什么要执意这样呢？没错，别人或许不理解，但我以为你会明白，明白那种锥心蚀骨的痛。若不是这些恶人，我还和我的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是他们夺走了我的知己。 夺走了我的一切，他们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？这条命是你给我，若你让我停止报仇，就拿回去。你动手，我无怨无悔。 今日之事我听说了，你一直都不赞成他报仇，现在有没有后悔让他代替丹青？今天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知道。 谁是杀害我妹妹的凶手，我会置之不理吗？将心比心，我又为什么不能理解他呢？是啊，他把匕首交给我，也就等于把性命交给我。他如此信任我，我现在也愿意相信他。
将军，莲子泡茶可以暖身，赶紧趁热喝了吧。无妨，也不知道那沈家小姐落水后如何了。对了，田浩，关于沈小姐你怎么看？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如果会游水，在水中也会有本能的求生动作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这个沈小姐可不一般，刁钻狡猾，难以琢磨。我说不好。难以琢磨？就是好像她一个人有800个心眼，花招多得很。田浩，这茶叶泡在水里，会慢慢舒展开来，展露本貌。不过这莲子就不同了，虽然外表看起来纯洁清甜，不过质地却很坚硬。若是泡在这茶中，就算再久，也不会暴露本性的。这是不知道这沈丹青到底是哪种。哼，不管他是茶叶还是莲子，到了将军这儿，都得给他查个水落石出。若他真是我要找的人，那我倒十分期待，他到底会出什么新招。二叔，能否详细说说那天遇到山匪都发生了什么？当时车队刚刚经过小树林，一群山匪就冲了出来，为首的是个女子。那二叔还记得那女子的样貌吗？那女山匪戴着面具，看不清长什么样。那她身量高矮，发型发饰作何打扮？中等身量，身上穿着一身短打衣服，红色腰带，好像没什么头饰，扎了一个朝天髻。朝天髻？二叔，你确定他是在头顶扎了一个发髻吗？没错，是在头顶。娘，雪儿，还是你心细。这个证据足以证明双双的清白了。你们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？双双自幼爱美，从前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法子，用炭盆烫红火钳子，想给自己搞一个新的发型，结果一不小心就烫到了后脑头皮，从此后脑处就有一块指头长的疤，想尽一切办法都伸不出头发来。没错，双双一直想办法用发髻盖住，所以朝天髻这样的发型他一定是梳不了的。娘，我整理一下证词，明天就去将军府禀明此事。快去吧。雪儿心思如此缜密，做事也冷静周全，要是她能实心实意站我们一边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若这一次雪儿能把双双救出来，她也算是通过考验了。许将军，这里是周姨娘、罗家二爷和其他目击过女山匪的罗家证人的证词，如证词所言，双双是绝对不会梳高发髻露丑的，这一点足以证明双双不是山匪，还请将军明察。我定会查清此事，给罗家一个交代。谢将军。头上无发饰，只在头顶处扎了一个简单的朝天髻。无发饰，朝天髻。又是你，东北城郊。他让我去那儿干嘛？将军说沈小姐，村会过人，务必请沈小姐一同前去，协助调查。哥哥近日不在家，家中还有事要忙，我实在是不方便协助。哎，沈小姐，将军今日让我务必邀请您过去。您就不要为难我了。东北城郊是我扮成山匪出现的地方，看来我上次还是没能彻底打消他的疑虑，这鸿门宴是躲不掉了。带路吧。撤。
机关竟还能毫发无损，何不报上名来？巡防营镇守将军徐成峰，想必几位就是藏匿已久的陆林三霄吧？哼，将军倒是好眼力。这树下藏有东西吧？若是想活命的话，自己挖出来。我若是不呢？没跟你商量。沈小姐在此等候，我去看看。敢偷袭我们将军？将军没事吧？无妨，刚刚要多谢沈小姐。 你少威胁我，这女子本就是个想戴罪立功的嫌犯，她死在外面，顶多是个意外。你这种招数我见多了。若她是你的嫌犯，刚才为何出手帮你？原来我在你眼里只是一个嫌犯，我们还是旧相识，你居然骗我，你之前不是许诺我一定会保我性命吗？老实点。我是什么身份，需要向你保证？现在翻脸不认账了是吧？ 就算我要死，我也要拉着你这个垫背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快帮我砍了他！怎么样，长没事吧？没事。沈丹青，空手接剑，知道有多危险吗？我不还是为了救你吗？再说了，我有危险，不也是你让我过来的吗？算了，小女子下，下次注意。 那个脚真的没事了。没事，多谢将军关心。将军，那绿林三霄。杨浩，去检查一下那边的机关。是。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脚受伤了，我扶你去那边休息。我脚没。走。 小心点，你先在这休息，我过去看看。
好险，不过人都死了，应该不会再出什么岔子的。将军，找到了，小声点。好吧，是这个吧？的确是沈家镖局的镖箱，时间是半年前，里面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参谋图。但是天浩，你要切记，寻图之事是机密，就算能确定沈小姐不是山匪，也不能让她知道。是不是被转移了？天浩怎么没跟过来？我们挖到了很多山匪抢来的东西，数量不少，天浩叫人去帮忙了。现在人赃并获。 那将军还觉得我是那个女山匪吗？沈小姐，我为我之前的鲁莽向你道歉。不过刚刚你也占了我的便宜，我们也算两不相欠。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？是吗？嗯。我怎么记得刚刚有人说我是他的旧相识啊？那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巧了，我也是。不过虽然是权宜之计。 但你因我而受伤，若是想要什么补偿的话，等你伤好了，随时来将军府找我。好，那请将军记住今天说过的话。你脚受伤了，驾马不便，我送你回去，要不然你哥哥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可以。 少主好，大小姐呢？怎么今天一天都没见到她？将军府的副将把她接走了。哥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徐成峰又找你麻烦了？这次没有受伤吧？之前你为了维护我，差点和他闹僵，他怎么敢再让我受伤？那就行，先回去休息吧。 你腿怎么了？快去坐下。说好下不为例，我找阿三账去。哎，哥，哎，你坐下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找他麻烦。行，你别乱动，走。我们遇到了山匪。 他已经在尽力保护我了。山匪，没想到误打误撞让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女山匪。那山匪是一群穷凶极恶的亡命徒，不过已尽数死了。哥，怎么了？当年黄彪被擒，妹妹受伤，为首的就是一个女子。 官府派了许多人马去搜查，整整半个月，也毫无线索。所以，你怀疑是他们？嗯，有这可能。随后我派人再去查验一番，倒是你吓坏了吧？我都死过一回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不过好处是。 洗清了徐成峰对我的怀疑，哥，既然他不再追着我调查，等我脚伤恢复之后，就可以专心对付罗家了。我们再也不要招惹徐成峰了。还真是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让女子为我受过伤。
将军，找什么呢？哎，对了，上次御赐的那瓶金创药那个放哪了？您不是赏给我了吗？赏给你了？啊，我二姨家的外甥的三大爷摔了一跤，您赏给我之后，我给老三拿去用了。嗯，好用。那个还剩下吗？应该还有不少吧。这我不知道，我回去问问。不过将军，你也没受伤，要金创药干嘛？我这，对，沈小姐受伤了，您应该不会是要给什么沈小姐不沈小姐的？行了，那个天浩，尽快取回来拿给我啊。嗯，对了，跟你说的那个正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回禀将军，我已经将所有的赃物收好，现都已存回。可以通知罗家来接罗双双，他可以回家了。是。那金创药好好找一下，尽快拿回来。这个是妙神医开的口服药，配上金创药使用，几天就能好了。还有秦镖师从江南带回来的秘剑，味道清甜无比。我想着你受了伤，多吃点甜的，应该能暂缓疼痛。谢谢哥。很甜。我听说罗双双近日被放出来了。真正的女山匪死了，而我也洗清了嫌疑，她自然也不会因为没做过的事情而蹲大狱。这件事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了就好。接下来你对罗家有何筹谋？这些人实属一物，尔虞我诈。我打算先让他们反目，狗咬狗一番，再各个击破。最后，我要从这些恶人手里收回罗家酒业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连本带利的拿回。好，那要等你脚上痊愈后细细筹谋，万不可再受伤。今日真是太开心了，双双回来了，咱们家人终于齐了。我要好好谢谢我的好女儿雪儿，是你救了双双。娘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能说谢呢？双双是您的女儿，更是我血脉相连的妹妹啊。一家人这句话说得好，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雪儿啊，我和你娘都商量过了，我们年纪也大了，家里的产业迟早得让你们接手，不妨从现在开始就多些历练吧。来，这个你拿着。我日后要到罗家几个外庄铺子去巡视，甘露堂经营事务你之前也有过了解，暂时就交由你打理。谢谢娘，谢谢二叔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负厚望。你机敏聪慧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几日不见，做戏的本事倒是见长啊，你这副做作的样子我可看不下去。这丫头。雪儿，快坐。坐。我们先吃饭，等一下我再去劝她。三小姐，此物名为蛇毒粉，敷上三日，这脸呐能小上一圈啊！我看三小姐，不如您直接买三盒，给您些优惠，收您120两，您看怎么样？可我今天就带了100两啊！这样啊！哎呀，三小姐，白知府家的白大小姐前几日刚好向我问这蛇毒粉，说是有多少要多少。我堂堂辽城养颜小娘子，怎么能够把这种好东西
让给别人呢？不要了，三盒。这，你那不是还有20两吗？拿来。小姐，我弟弟已经病了一个月了，这20两是给弟弟看病买药的救命钱啊，小姐。左右都病了一个月了，也不差这一天两天的。你们穷人命硬，过两天说不定就好了。大不了月底的时候，我让我娘找个郎中去看看嘛。你先把钱给我。小姐，小姐不要，小姐，小姐，给我。好像是瘦了点儿。水仙，你说呢？你别哭了，你一天天哭哭啼啼的，真是晦气。你就这般挂着你的弟弟，那就滚出我们罗家去照顾你弟弟去。求求小姐别赶我走，我还需要钱给弟弟看病呢。怎么回事，水仙？你又惹三小姐不高兴？娘，我不过就是说了她两句，她整着哭丧一样，实在晦气。我看不如把她撵走算了。哎呦，好好好，让我们生儿不高兴的，我们都不要。不要啊，夫人，求夫人别撵我走，夫人。滚出去，别再让我看见。妹妹，这件事情，你做的实在是欠妥。我撵我自己的丫鬟，还轮不到你来说教。撵水仙走，娘也同意了。无论我做什么，娘都是最疼我的。你怎么卖乖都没用。我从来都没有指望过娘心疼我能超过你，就像你永远也无法变得像我一样冷静聪明。你这个煎熬的苦还没吃够吗？你还敢跟我提煎熬的事？天天只会窝里横，你怎么不想想如何回击那些害你进监牢的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进监狱是有人要害我。我之前问过水仙，一切都是那盒带花香粉引起的。香粉你是从沈丹青手里抢来的吧？我联系前后仔细的想过了，总觉得这件事情跟沈丹青脱不了干系，而近期唯一跟罗家有冲突的人就是他。这一次也是因为他，你才被将军误会的，多半是他使坏下了绊子。我就说嘛，怎么那么寸，偏让我碰上了。定是那贱蹄子背后使坏，毁了我和徐将军的好事。你最近好生奇怪啊，前些时日还为了卢爱莲哭哭啼啼的，最近怎么说变脸就变脸？先是讨好母亲不说，竟然还关心起我来。罗雪儿，你心里到底在打什么歪主意？我可不是关心你，我是关心罗家。前后几次作对，沈丹青害我们罗家损失了好大一笔银子。我思索多日，也想不通他为何要处处针对罗家。妹妹，此事应该移至对外，去对付那个沈丹青才是。怎么样？招还是不招？刚才那个八眼山的是我故意留的活口，务必给我活着带回来。是。你说的东西我没见过，那罗家的粮也不是我们抢的，我知道的都跟你说了，你就给我个痛快吧。哼，想死可没那么容易。田浩。是。不要，不要！不用害怕，我这个小兄弟做事很有章法，左臂捅100刀，右臂绝对不会捅你101刀，左右对称，经验老道。你就饶了我吧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们之前抢的沈氏镖局的那批镖物，那里面的东西到底在哪？我是真没见过呀，大人。做什么？我要有半句隐瞒，我就把舌头咬断，吐给你。我们当家的分了大件才接了那镖，是那盒子没错，
我们拿回去一看，发现盒子已经被打开了，里面确确实实什么也没有啊。廷后，你们怎么确定那盒子被人动过？我们拿到东西的时候，那盒子完好无损，可里面的东西却不翼而飞。我们仔细查看了那个盒子里面的锁芯，发现之前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烧坏了。